报价钱，啱啱问咗，大概系有啲7蚊，有啲8蚊，有啲9。炸芋角咸水饺，大粒啊！不过点讲咧，一个香，好大粒。好，红枣沙包。失敗。哇！嗰啲皮唔得咯，爛曬，好粉嗰只一撇嘢，零分。蝦腳板又好彈啊，紅豆好食，係應有嘅水平。蝦餃唔好食啊，而家流產蛋。我覺得佢啲甜係甜中帶有少少酸。而家我哋個蒸花絲苗米。鸡肉几好食，啲饭又麻麻地，时硬时软，唔平均。系个鸡饭11蚊，其他全部都系7.2、7.5、7.9。个点心一个饭，总共系60蚊埋单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入去啦，埋单。上次系太子轩嗌蛋饺、炸芋角、咸水饺、凤爪，咁就系7蚊，6.5、OK。上次個太子軒嗰啲皮係爛嘅，呢啲係有彈性，呢個係臘腸白雞飯，個米都係用呢只豬苗啊。呢只米嘅硬度係我中意嘅硬度，偏乾，但係豉油唔係甜豉油嚟，夠甜嘅甜豉油，嗰啲臘腸偏瘦嘅臘腸。失敗，加糖偏硬啦，冇水，都系用细虾仔再打咗啲虾胶，两种味咬落去爽口，淡雅啲。我睇系都系有啲笨，不过好过太子，都系嗌咗铁观音。我发觉呢度间间茶楼啲铁观音啊，都系唔够香，偏淡，冇乜茶味，只色水睇落去就比较啡。如果平时喺香港食开啲咁红，闻落去都好香。紅酒係上次都 OK 喎，脆乾啲茄子好食啲。我覺得差唔多，炸芋角同埋鹹水腳都係好大粒，同上次嗰只都係好大粒，炸到冇上次咁深色啊！就因為用新油啊，先。凍喎，凍喎，凍喎。都是零分，凍的，它是炸好擺了很久，它上面那些脆卜卜的已經是淋的，這個減點，都好吃，都好吃，上次我不夠好了，明明它們不是同一個廠來的。吃了嗎？沒味，它裡面的鹹沒味，還有裡面這些銀銀的那些不煙銀，上次是煙韌可以拉到少少，呢個係散嘅喎，但呢個都熱辣辣嘅好食，皮都脆嘅。呢個比太子軒好食，呢個同太子軒差不多，呢個太子軒贏佢。呢個咧，太子軒贏。太子軒贏。飯咧，飯我喺呢度食，輸咗啲豉油。打平啦，好嘛？同埋呢度係好 Q 熱嘅，冇冷氣，成晚冇曬嘅。